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怀中。大家好，我是悠。对，帽子马里。毛利帽子马里，马里奥奥德赛。好吧，你不行跟箭头走。我们还没有，我们他在箭头是有点教你这样子，我们还差六个月亮宝石。探险家的是我跟爸爸一起在买的哦。我的爸爸已经买很多东西了。他现在很简单，我现在只要跟着这个箭头走。对啊，而且有爸爸，你如碰到那个旁边的话，他是怪哦，很怪哦。那为什么我们要跟着箭头走呢？因为这个通常是阿尤在玩的。哦。护身啊！护身。好，我变坦克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先打你旁边的坦克。可以了，厉害吧？哎、欸，你可以打下面吗？可以啊。你可以把我已经把那个豆苗种好了，我已经把豆苗种好了。好难哦，这有点难瞄准。可以有点，就是下了，你教我吗？先把它用好。可以，种。种是最高的。我几个在里面。爸爸。等一下。我忘记石头了啦。没关系，石头不重要，我要更大的是金币。可是石头里面也有金币啊。有吗？有啦，可是有一些。没有。有一些有些没有。他们都有不一样的。你来控制我。打上去，呀呀！觉得你要给我做，坦克不行跳了。那我只好离开。快点啊！我那个是我自己种的，我自己种的哟。这么厉害？嗯。快速逃避，逃避！你怎么到旁边？我有看到那边有那个齿轮。齿轮。等一下，我再看出去。你在哪边？我怎么只看到你的影子？对啊。而且我已经有一个招式了。什么招式？最强的一个招式哦，翻空后空旋转。翻空后空旋转。对啊。我也不知道，我忘记它怎么用了。翻空后空旋转。空空跳水手，我忘记他怎么用。哎，这里有个火箭哦。那个你去吧。是吗？附身火箭，轻动。没有动。附身火箭升空没死。在这里啊，哪有来过？爸爸，你可以记，你可以记一点让我看吧。这么多白雾我都看不到了。哦。这关的特色就是白雾。它飞天门啊。对。说的对吧？对，果然是有可以。它飞走了。你不行，那这样下去。这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可以看？没有啦，它只是原本来的香炉啦。宝宝，你飞去哪边了？哎呦！一下又不掉下来。不会，我还看得到路。再进一点。这里有个高塔。高塔叫你，好像我知道它怎么意思了，不知道下面怎么用的，用那个飞行飞的。哦，有路。它叫 B 耶 ，B 是哪？按 B 就是飞啊，飞。那你可以踩胸那个飞向天了。啊，这是我来过的地方。飞向宇宙，浩瀚无垠。
这是谁的台词？不是啊，那个啊。我有一次练习到了后空分四九的那个，我刚才说的后空。太危险！我们坐火箭离开吧。不，我一升空。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爸爸。哟。你旁边的那个就是树的那个，他没有什么用，这个、因为他不会打你。是人呢、啊，是可以跟他对话的、啊，我可以跟他聊天。爸爸，可是他。我们在排队，大家加油吧。还有一个是坏掉的，嘿嘿，拿到了。还有一个是坏掉的，对啊。有一个是坏掉的机器哦。你说这个？对啊。他睡着。哦，坏掉了，机器躺下来就没办法起。还有没有长脚？我有。哇，这些像一个怪怪的。怪你说你是老大吗？也是啦，应该是，因为我有一次下来的时候，然后就那个我要跟我跳掰很多香菇，合体，打掰很多香菇了之后，然后就去找一个大老大，然后他跟我对决，然后合体，可是他也合体，而且他还用。我跟那个老大对决了。合体，合体，哦。你现在就是香菇的老大。他喜欢我们，送了我们一个月亮。我知道了。耶、yeah ！森林的女朋友。等一下。怎样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他为什么爱亲你了。因为你很高，不会这是爱。亲的爱，可以唱歌。阿美啊，护身吧，你是护身才会赢吧？为什么有人要对决？炸出来！月亮之心啊！等一下，好像哦，对了，哦，这个可以炸。有没有咖啡色就可以炸？好吧，你先把下面的夹了。夹了。你再先把上面的砸啦，上面的砸了，呵呵，你在讲砸了吗？砸了一点点，我觉得那个方向有点可惜，宁可全部打完，也不要放过他。他没什么啦，妈妈把你丢在这。妈妈在说笑话。爸爸，你看镜头笔直那边呢。对啊。所以我们要去那个用炸弹把它送了，因为镜头笔在这边。啊，旁边。啊、我先把它打，我先把它打。讲的都干干净净。好，可以踩他们吗？差一点，掉下去。爸爸，你可不可以按久一点？按，还有一个。按久一点。
他这样子蹲下来，后空翻怎么样？我已经练习到后空翻了。你在睡觉的时候？原来是这样。你在睡觉的？我在睡觉的时候，你练习到了后空翻，这么厉害？没有，还那个练习到那个一直后空翻，像下忍者一样一直后空翻。练家。然后想这里有个小洞，是可以进去。好可爱哦！我爬。哎，还有一个。是爬爬人吧？是叉叉。爸爸，你先转头可以。这样。转头看看。哎，还有一个。多么厉害！我怎么知道我没吃到那个？我没有听到叮，因为还有三个，所以我知道它少了一个。有三个，所以我知道它少了一个。哎，哎呦，嘿、哎，好、啊、找不到我了。最近你太矮。对，你很高吗？我觉得坦克就打不到，因为我这么高嘛，你有这么矮。我高怎么跳回来？你不可以站到这个石头，然后蹲着，我可以用后空翻。蹲着，后空翻不够啊！我知道了，从上面下来。阿美啊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你是弹跳吗？妈妈，你在干嘛？哦，妈妈在干嘛吧？妈妈在整理衣服。那我再睡一下去。下去，拿到，掉的。噔噔，我觉得你下去，直接走是比较快。我是探险家马里奥。去拿那个，这个有啊。通往山顶的。去那个。有人等一下，等我看一下。也可以啊。观察，魔王在那边，好不好？魔王在哪？魔王到上面就是，来看一下。魔王是 baby 吧？这里有一个可以拿。baby， 魔王是 baby。是吗？大魔王吗？了解了。之后我们打败很多那个外人了之后，我们就要去打魔王。对。去拿那个，就是那个火花。我们要去拿那个，就是你可以用跑的吗？好难控制哦！我觉得你用跑，用自己的速度，自己速度可以吗？对，我试试看，可以，可不可以用跑？不行，这个。剩下的是什么？反正你有冲不上去。你怎么穿过去了？因为我发现这边还有一条道路啊。会吗？嗯。是不是？拿到爱心，就这样。进去。爸爸，你都还没把东西拿完呢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多这条路。爸爸，你按那个这个键。我先看一下周围。爸爸，如果你按那个键，然后就会有一个那个就是道路。哦。你不要快一点哦。你很熟悉。你是小人物，你是姑娘吧？你是什么熟悉？你是心理。
是附在他身上干嘛？差一点点，管道，我第一次看到管道哦。下去吧。我第一次看到管道。哇，好紧张，好紧张。妈妈，这不是你刚才的？对啊，他就从另外一边出来了。哎，他还有，再拿一个爱心。哪里？有。为什么你不在他就会？又有爱心，站又有爱心，先站好位置。哇，这个差就高，吓死我了！爸爸，这个才叫高手。哦，高手，高手，高高手！高手就是爸爸。爸爸，你下面有岛吗？下面可不可以踩？这个是没有来，下面是没有来。哦，他雷公知吧？他不是脑，他是脑袋，脑袋怪怪。他这有脑袋吗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这个才难吧？太危险了！那你必须在中间。那我还差一个月亮。差一个月亮在哪？不知道。在这个里面，它是章鱼吧？没有，这就是章鱼，因为它长得不像章鱼的。对，有洞哦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先把它撞了。变回来了。为什么没有一点？变成那个我们平面玩的那种，哪里有？有没有？爸爸，为什么他一个难度都没有啊？这很难呢。没有啊，刚才啊。你是未尝可，成功未尝可。哦，是在。耶！全部拿到。这样就可以开那个门了。这里有上面的动物。啊，不是喂汤狗啊，你在喂汤狗里面。你在什么喂汤狗？你
它可以推，它可以推门，等一下啊、哦，它有个箭头。聪明哦！哦，阿尤太强了！你居然跟我讲说可以过这一个。我原本是要跟你讲那个后面，就是把、哦、你弄错了，是不是？中间，所以我也误会你了。OK， 我们过关啦，好不好？先到这边，好吧？守护秘密花园，对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还没还没。OK， 休息一下，那接着跟大家说，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边，嗯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之后再等一玩，下次再继续，好不好？那要看我的下一篇的话，就继续支持我们。那记得怎样？记得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开铃铛，记得把广告看完哦。拜拜。看完了，拜拜。